掌握华侨美一手行情，不做二手韭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侨美二台，每天下午打卡华侨美各大市场，帮粉丝挑选机器。下午的3:30，二台也是准时到达市场，先过来飞扬到4楼，帮一位安徽的粉丝挑一台五锁的13 Pro Max 256G 的黑色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一台电池95效率的，然后充电也才100多次。这台256G 五锁的机器，市场的参考价是5350。小伙伴们觉得性价比如何？机器我们确认完成色没有问题，过来看一下艾斯的验机报告，确实是电池95的效率，然后充电了100多次。紧接着帮一位西安的粉丝挑一台欧版的14 Pro Max 512G 的白色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台成色99新的，然后电池效率是一个100%效率的。这台欧版的机器我们在市场是花了7200块拿下。最近有很多新来的小伙伴问阿台，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欧版的机器？欧版的机器不是单卡的吗？是的，没错，欧版的机器确实是单卡的，不过它是原生的卡槽。美版的机器我们都知道是双卡的，不过都是后改的卡槽。后改的卡槽和原生的卡槽稳定性的话，阿台就不用多说了吧，肯定是这种原生的卡槽稳定性更好一些。这台机器我们确认完成色没有问题，就直接拿下。紧接着帮一位浙江的粉丝拿一台 AirPods Max 的大耳机。这是一台美版的准新机，刚刚阿台查了一下，确实是未激活的。不过像这种美版的，在市场拿的时候是没有盒子的。但是阿台检查了一下外观，外观确实是一台全新的机器。这台机器阿台在市场是花了3100块拿到，对比官网全新未拆封的价格4399，也是省下了1000多块钱呢。电脑的机器都搞定好之后，阿台也要回到办公室开始验机了。今天的市场行情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。